焰火缤纷、要感度的演出，谢谢你，戴老师。小帅哥哦，哈！男生学跳，现在家长都很开明，不管男生女生呢，很多孩子都来学跳。男生呢可以增加的节奏感、平衡感哦。你看我们这个宝贝那么帅。要港都掌声鼓励，谢谢你们！哇，我们把国庆的烟火带到现场来哦。哎，接下来是元宵节的烟火哈。好，再一次热情掌声，谢谢我们听舞蹈团小朋友精彩的演出。小心走。